我的天哪，快看，这么多大猫之地，这个在东北那边是不是叫赤龟呀？快看快看，在我们这叫毛蛤哈，因为它边上这外边壳上都是毛，所以叫毛蛤。但是它里边啊，鲜红鲜红的，吃刺身非常非常的好吃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是多少个呀？三个。我刚刚过来的时候，我看还有在吐泡泡的。四个，看看看，一个比一个大，四个就是一大把。五个，看，六个，哇塞，不少吧？可以啊，放桶里，都拿不过来了。看这里还有。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看这一个差点就握进去了。十个，它是在这里呼吸吧？你看这个怎么还对了一个口啊？看，有点受伤啊。哇，怎么这么多？咦，我看呀，怪不得头握得深啊，它最大呀，有没有？这里还有，哎哎，不是，不是，看这一个也握得好深啊。哎呀，给它洗一下，看看看，好脏呀，这个有点坑，有点坑，你们放心吧啊，没有问题，哎，还是活的。看看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好小啊，看这个什么形状啊，还是方形的，有意思啊哈。连毛蛤蜊都是这种椭圆形的，它是方形的。你们看这里一只小金鱼蟹在这里爬行，给屏幕前的小可爱们拍一下，寄居蟹啊。看看看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别踩了，你别踩了啊！看这里，哇，这个握的深，这个大，大的握的都深啊，大的力气大是不是？你看这里是不是八爪鱼在这？看看看，哇，走近一看，这里还有一只毛蛤蜊，这个是啥？这是不是小螃蟹？天哪，我看明白了，你们仔细看看，这只螃蟹正在蜕皮，正在蜕壳哈。赶海这么多年，上次碰到了一只。正在蜕壳，就是已经蜕完壳的大虾，我只见了壳子，虾没见到。但是这么多年，头一回见到正在蜕壳的螃蟹啊，就软壳的螃蟹都见过，见过好多次，但是没见过正在蜕的螃蟹呀、啊！天哪，真的是！再仔细给你们拍一下，再看看咱能不能看到它，就是全部都蜕出来，能不能看到这个过程哈？你们别嫌时间长，咱们等待一下。哇，出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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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成功！恭喜恭喜，鼓掌！你现在哈，蜕完壳的这个螃蟹，它非常的虚弱，而且不管是大的小的，刚蜕完壳，它的肉的话就没有那么紧实，虽然肉很多，肉是最多的，因为它每蜕壳一次都是它成长一次，你们知道吗？行了，我也不多啰嗦了哈，我把它的壳拿出来给你们看看。我，快看，完整的壳子哟，当然缺了一个大爪。我看看，螃蟹本身也缺了一个大爪。其实它的生命力还是很顽强的啊。这里毛蛤蜊给它收了，差点把毛胸给它冒了，放桶里啊，壳子也给它放在这儿吧。哈，这里又有两只毛蛤蜊，今天沙滩上好多毛蛤蜊，你看。就是海里这么一批，它就跟来到这个沙滩上居住了啊，所以说抓到好多毛蛤蜊。看这里又有两只毛蛤蜊，就光明正大的在这里，它们是不是要相会呀？我来帮帮你。看这里还有一个抹杀的毛蛤蜊在这里，头上是啥呀？你看哈，它吃的是什么出来了？黑的还是？天哪！我说要不然不能在海里扔垃圾，你看。吃着袋子，不管了哈，看看石头底下有没有货。哦，八爪鱼压死了，压死了，压死了，草率了！我天哪，我都没想到里边有八爪鱼、啊。看看看看，压到他脑袋了，头给他都压扁了。我随手就这样一扒拉这个，他在这里藏着，我没看到。其实就是我翻石头那一瞬间，我有看到一个爪子在这里，只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而已。他也给他压不活了，收了，还放桶里吧。哇塞，一堆大蛤蜊，不对，毛蛤蜊，差点一激动说错了。他口开这么大吗？你看他在这里很安逸啊，闭上了，闭上了，闭上了。你看这个闭上，听到我的声音，他都闭上了。你看，哇塞，老开心啊！你看这个也动了，我刚看到他，他又开了。你看你这样的话，我都不忍心动他了。你看他们在这里待的好整齐，你看那边还有几个。
是吧？好整齐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看好整齐，大家肯定都说是我塞，是我给他放的，放的这么整齐。要是我放，我肯定不这样放啊。再说大家不要，不要就说是自己放的了，你们来碰到体验一次就知道了，肯定开心不已啊，估计回去都能吹半个月呢。啊，好大的肉啊，粉红粉红的，就吃它这一块，吃刺身，蘸辣根特别好吃。哇塞，它不少啊，1、2、3、4，我给它7个，不少，够了，少了，看这里还有，哇塞，这几个，哎，这个也是微微开口，嘿，你看看，闭上了，吐着那小舌头，很安逸啊，我都不忍心打扰它们。哇塞，这三个大，刚刚那几个小一点，这三个好大，哇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你看到了吗？啊？我都没看到，差点给踩碎了。我靠，我发现这里一只螃蟹，天哪，今天没带夹子，徒手拿螃蟹能行吧？要不你来拿。我看呀，哎呀，它活力不是还大了，看现在都黑天了，来晚了咱，所以它在这时间长了，活力不大了，但它嘴还动，你看，哎呀，这是母的，如果说它很活的话，母的放着，哎呀，不要了，说啥也不要了，母的带嘴。有一只，我看这个也是抹的，但是这个没有底儿，再把这个带回去吧。这个一看它很有肉，我太有经验了，这边很紫色很明显的那种，就是特别肉特别多。我看，哇塞，你看都这个造型，这在这里看一看，它怼进去很厉害，就说明风很大呀。昨天晚上这大浪大风大雨很管用啊，你看就来白捡就行。你看这里还有一个，收了，别动啊，你太心急了，这个太大了，怎么了？别动，怎么了？你先收了它，好，你再看你屁股底下。哇，这里漏了两个竟然，看，给它洗一下沙。哇塞，这两个如果漏了可惜了，幸亏你提醒了，回家给你加回去洗，看看还有吗。没有了，走，看看这沙滩上肯定还有好多，走吧，再进去看。还有猫蛤蜊，大蛤蜊，哇，我又给刺身吃了。大蛤蜊水煮一下特别鲜，像这么大的，你给它煮一会儿之后，然后给它切一下，炒着吃都能吃得着。如果太小就炒不了。看，那你一炒螃蟹，过来看看什么情况。过来看看，母的不活了，在这。我看它的嘴还有点吐泡泡，但是基本上已经是死了，就放在这儿它也不活了，带走吧。它能吃？那你怎么了？好像是不小。是的，不小，我看到它不小。哎呀，可是这个石头，太沉，拿不动。走吧，不要了。要学会放弃。这里能不能翻开？我翻开，你离远一点啊，我试一试。哎。我的天哪，最近真是发财了，我感觉今年夏天比去年夏天收获多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这么大只，看看。